会摔下去，重心不稳啊。然后女生身材可能比较臃肿一点，像我这样啊，丰腴一点吧。然后男生做的就是重心可能有点移位，然后就直接落实。可是你这个够宽啊，你看这个这么宽啊。对啊，没有防备之下吧，就失去重心，然后就向后跌下去。没有，就自己上来了。因为水很浅。那你有没有叫他赔？没有，没有。我有跟他们讲，这个磁砖安全一定要注意。就骗你们。哦，这样子。